学请坐下。在校生代表致欢送词。在校生代表五年一班曹芳燕，五年二班林芷薇，五年三班林森远，五年四班许梦欣，请出列。六月是蝉声嘹亮的季节，六月是凤凰花开的季节，六月是充满离愁的季节，因为我们最敬爱、最引以为傲的学长学姐们就要展翅高飞，迎向充满挑战的未来。在此感谢学长学姐们对国安的付出。儿童招会时，因为有你们的协助，招会才能进行的顺畅圆满。午休时间，因为有你们维持校园的宁静，大家睡得更安稳了。放假的时间，因为你们的守护，让我们能遵守放学的秩序。而多彩多艺的学长学姐们参加校内外体育竞赛成绩亮眼，参加语文竞赛成绩非凡。你们把国安协同优雅、活力、卓越、自信的气质表露无遗，你们无私的付出、努力向上的表现，都是我们学弟学妹最好的榜样。我们以你们为荣。回忆过去在美丽的校园里，我们曾在球场上挥洒着青春的汗水。我们曾在碧草如茵的操场上追逐嬉戏。我们也曾一起参与热闹有趣的闯关活动，运动会上我们一起摇旗呐喊，园游会上我们一起努力叫卖，音乐教室里留有你们悠扬的歌声，美劳教室里有你们一张山呕心沥血的创作。我们在操场球场上留下快乐的时期，在国安的校园里留下欢乐的印记。我们一起度过无数个晨昏，我们一起走过无数个童年回忆，而这一切都将随着学长姐的离去而成为回忆。六月的国安，阳光依旧灿烂，白云依旧悠悠，但浓浓的离愁却紧紧地缠绕着我们的心。因为各位学长学姐即将离开国安，踏上人生的另一个阶段，但我们相信师长们用您的孜孜教诲将化成满满的祝福，成为心有戚戚。想告诉你们，挥一挥手，难忘相聚的时候，还想已成过去，轻轻拉住风的裙角，祝你红尘万里。挥一挥手，千山万水挡住思念，千言万语